中的王院长，伊叫在场咱高雄市咧拼立委的所有好朋友，啊，在场各咱的诸位，我们柯市长，以及我们两位议长，还有校长，还有我们地方的所有的好朋友们，大家踏照，大家平安，大家好。感谢。今天感谢院长吼，用这切草的栽等哦，请来请我来，啊嘛请多啊，有一挂朋友要来，啊都是做大家夹斗阵。啊，上辛苦的是院长含在场。高雄地区服务这么久的民意代表，也是要拼立委的，因为当年来高雄拢靠大家斗三工，只要我都伫这个所在徛起。啊，我高雄这个地区其实我没有那么很熟哈，毕竟我没有常常下的。啊，这一次的选举，这个对王院长特别也有很多的协助，也给我很多的帮忙。特别把很多的好朋友集聚在这里，我很感恩。啊，未来甚至王院长说的，我们两岸一定要和平稳定，我们才会往前走。难道我们很重视的是中华民国宪法？中华民国宪法，我们的国家是有中华民国宪法，所以这个让我们这个国家能够稳定下来。不然安呢，他也一直鼓励我们一定要面对所有的问题，大家要团结，那来当兄。所以今天来看王院长，除了这部分给我们很多的鼓励以外，也给我们很多的支持。更重要，他还特别期勉我们所有的立委，包括我本人，大家一定要同心协力。中央有中央的政策，国家有国家的大方向，地方有地方不一样的特别的一些议题，把它结合在一起，然后大家一起共同面对这一场选举，希望每一个人都能够胜利。王院长也特别给我们大家鼓励，那期待，利用这个机会来谢谢王院长，也谢谢王院，谢谢王院长，谢谢王院长，谢谢。那也谢谢王院长，我在台北在警戒的时候，有机会常常请益王院长。那王院长对警察弟兄很好，对我警政工作的推动，拢甲我斗相共作势。伫中央的时阵靠做伙，等下到地方的时阵我也较少来，所以对王一定也真歹势吼。那未来咱大家拢伫王院长伫高雄这个地区、全国这个地区，王一定拢会尽伊的心力，含大家连斗阵，予咱政党轮替会当成功，这是咱大家心愿，所以大家斗阵做一件啊！再多感谢一定，感谢咱所有个朋友，感谢，谢谢。谢希尊，好，在中常会啊，这个在国民党党部有一个所谓的你们的团结的一个宣誓吧，哦，那您记得吗？你在这个宣誓大会里头有特别提到一点，你说赖清德主张现在选择的是专制跟民主嘛？你觉得这个没道理？你觉得这个是民主的这个 DNA 已经在我们每一个人台湾的协议里了？今天中午的时候哦，赖清德有特别说，他说，你们国民党从来都没有民主跟自由的 DNA 啊，那不是你们的 DNA。 那安呢？赖清德说这嘛，伤害吧，伤害是怎么说呢？国家实施民主自由的制度已经几十年，政党轮替嘛几十年，2300万人口，在这个时阵，大家嘛是拢民主自由的 DNA， 那有在分什么政党呢？只要在这块土地成长的人，都是民主自由底下成长的人。这是我们现在的普世价值啊，对这部 DNA， 在场你有自由民主的 DNA 吗？你有吗？你看台湾有，不会举手，不会啦，不会举手，不会举手啦，不会，对，不会，对这个 DNA 不自由民主的。台马乌，我给讲的嘛。好，这个是市长的回应哦，就是回应给这个赖清德副总统的。不过，国民党，你们在座的国民党这两位哦，已经被攻击了。你没 DNA， 自由民主的 DNA 没你呢啊？这个可能是咧讲什么咧？没 DNA， 这个拄我好了，那讲到清掉啊，你催我就对了。催你，催你哈。
那民进党有 DNA 是什么？我会使伫现场听到够清楚。嘿，人侯友宜是讲，台湾民主化已经二三十年，政党轮替三四摆啊，所以民主自由的 DNA 是咱2300万人台湾人，大家拢有啊，对不对啦？安尼你白白布要搁讲你哦哦，清点兄啊，你嘛吐血吐毒啊！你也无想看卖啊？今仔日的台湾，恁是执政党的副总统，甲台湾创甲面临战争的边缘，恁无检讨，你还搁咧分化政党，分裂人民，你还搁咧操作这个议题，你造成台湾人互相来误解，然后搁白白布要讲你哦哦。那要讲 DNA 无民主自由的 DNA， 我甲恁讲倒一栋啊！你听有无？你要看卖啊，倒一栋。你无啥敢讲。2019年3月18日，我的无缘的亲家清德兄，你亲家？无缘的亲家啦。伊讲安怎？伊要挑战蔡英文参选总统，对，我会记得，你还会记得哦？2019年，伊的民调当机时，美丽岛甲调起来是赢蔡英文28%哦。哇，是。结果去让迄个无民主自由的 DNA 的蔡英文总统带领的民进党，伫初选的时阵，单甲内外台，台甲尾啊讲啦，蔡总统，请你不要用国家机器对付我，有无？哦。哥哥啦，蔡总统，请你不要用网军对付我，有无？用到尾啊，怎啊倒输8%？你怎啊屈手了？竟然把一个苦主，就是、人民的言论自由100%的自由，电视台都人关起来，安尼你有民主自由的 DNA 无？有无？安尼你唔是白白布置拢为嘛咧讲阮国民党无 DNA？ 安尼我问你，你甲我甲国民党，咱有自由民主的 DNA 无？你来行诶，好。好，谢谢龙，谢谢，谢谢龙。